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》，请看第165条。公问曰：“敢问人道谁为大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人道正为大。夫正者，正也。君未正，则百姓从而正矣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为政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妇别，父子亲，君臣信，三者正，则庶务从之矣。”这一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十《孔子家语》。我们一句话一句话的来看。公问曰：“敢问人道谁为大？”这个鲁哀公啊，来向孔子请教说：“请问人道之中什么最重要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人道正为大。”孔老夫子回答说啊，人道之中政治最重要。如果能够把政治办好，国泰民安，人民啊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，那么自然呢人心归附。所以在人道之中办政治是最重要的了。所以孔老夫子也鼓励自己的弟子去从政。那么要从政呢，首先自己学为君子，学为圣贤，所以所办的政治啊才是圣贤政治。那么后面呢就对政下了一个定义。什么是政呢？夫政者，正也。政的意思就是端正。君为政，则百姓从而正矣。君主自己先端正了，百姓也会跟着自然端正。所以办政治啊，就是要使人正。那怎么样使人正呢？就是你自己当领导者的，当国君的，要率先垂范，带领大家去做正当的事，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呢？所以在《论语》中啊，孔老夫子反复地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作用。比如说他说啊，苟正其身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假如在位者，领导者能够端正自身的话，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？如果领导者、在位者不能端正自身，那又如何去端正别人呢？使别人处事正当呢？所以在《群书之要政要论》中呢，也有这样的结论：故君子为政，以正己为先，以教尽为次。君子办理政治呢，首先要端正自身，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。所以古人把这个教解释为上所师，下所效也。我们现在都提倡学习文言文，提倡从认字开始，认识中国古代的汉字。因为古代的汉字呢，它和我们现在的汉字的用法意义啊有所区别了。而说文解字呢，用言简意赅的话把一个字最原始的意思给我们解释清楚了。比如说这个教，它解释为上所师，下所效也。你看到这一句话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实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呢？那就是在上的人怎么做，
在下位的怎么样效仿就好了。所以身教胜于言教。所以这个左边的孝字呢，上面是一个叉叉，下面一个一模一样的叉叉，在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。这个告诉我们呢，上面这个叉叉是老师、父母、领导所画的，下面这个一模一样的叉叉呢，是学生、孩子和属下所画的。这个孩子的子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良好有效的教育呢，要从身教做起。而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，告诉我们教育啊，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，需要父母长辈、领导，时时的耳提面命，时时的提醒。就像老师经常拿着柳条啊，要鞭策学生。所以身教加耐心就可以把一个人教好。那么现在孩子教不好，属下教不好，学生教不好，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就是身教没有做好；第二，就是没有耐心。那么这句话告诉我呀，告诉我们，如果君主能够正身于上，那么官吏呢，就不敢不正于下。官吏正身于下，庶民就不敢不正于郊野。古代的这个朝野啊，是相对的，朝廷呢都是在位者，那么野呢，就是指平民百姓。国家没有不正的君主，朝廷没有不正的官吏，郊野没有不正的庶民，而国政却治理不好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那么这句话也是强调呢，在位者端正自身，才能够把政治办好。那么在《论语》中啊，孔老夫子讲的更加具体。他说：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。”如果在上位的人好礼，民政就不敢不恭敬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代呢，这个皇帝啊，都尊敬老师。他见老师的时候，不能够以君臣之礼来接见。你看他见文武百官的时候啊，都是面南背北，以君臣之礼来接见。但是他在见老师的时候呢，他必须降阶，一个站在东面，一个站在西面，以主宾之礼来接见。这就是提醒皇帝，虽然你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但是皇帝也有老师，也是啊，靠老师教导出来的。那么老师教导有恩呢，就永远是你的老师，你应该尊重。结果上行而下效，整个社会自然兴起了尊师重道的风气。所以《孝经》上说啊，君子言思可道，行思可乐，得意可尊，做事可法，荣职可官，进退可夺，以临其民，是以其民畏而爱之，则而向之，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。在位的人他讲的话不能够随便讲。大学上说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身为一国之君，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，他每讲一句话都要考虑到他的影响。他讲的话要怎么样呢？能够为世人所称道。他的所作所为都要能够给民众带来欢乐。就是啊，让人们呢欢喜接受，让人听到之后能够依教奉行。他的德行，他的道义可以使人尊重。他做事情
都能够为人们所效法。他的容貌举止都有可观之处，就是很文雅，为人们所仰望。他的一言一行，如何处事待人、进退，都符合法度。他是这样来统领民众的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民众对他又恭敬又爱戴，向他学习，仿效他。这样啊，才能够推行德教，才能够使政治行得通。这就是上好礼，则在下的百姓呢，都会升起恭敬心，也都会啊，彬彬有礼的来待客。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。在上位的人喜好义，义者宜也，他所做的事情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那么民众就没有人敢不服从。所以在上位的人呢，就要按着规矩做，按着道来做，这样才能够啊，让人心悦诚服。所以这个里边呢，也是强调呢，在上位者，他处事呢，要公平正义。大学上说，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像尧舜、禹汤等等的圣王，他们呢行的是仁义，那么全国百姓也兴起了仁义之风。而到了末代皇帝、末代的这些天子，夏桀王、商纣王等等，他们行暴，实行暴虐的统治，结果天下百姓也从而行暴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，一个国家、一个团队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乱象丛生，那么根源呢，要从领导者那里去找。在德育课本上呢，有这样一句话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唐朝有一个官员叫张振周，他本来是在寿春当官，后来啊，他调回自己的家乡舒州当都督，这个都督也是很大的一个官了。他调到自己的故乡任职，可想而知啊，那有很多的亲戚故旧。如果他要徇私枉法的话，那老百姓呢就会生起怨气，因为他有失公平。如果他一律铁面无私的话，那又有伤人情，怎么办呢？你看张大人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还没有上任呢，就先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回到自己的故居，然后大摆宴席，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啊，大吃大喝了10天，大家都吃得很高兴。到了第10天的时候，他呢，在每个亲朋好友要离开的时候，每人送一个大礼包，里边都是金银绸缎等等，大家非常欢喜的东西。而且就在送他们出去的时候啊，就流着眼泪说，我回自己的故乡当官，而官员与人民要保持好距离，所以过了今天以后，我就不能跟你们常常这样吃喝，这样畅谈了。以后啊，凡事都要秉公处理。讲到这里呢，他自己啊，确实很真诚的痛哭流涕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些亲戚朋友啊，在这儿吃了10天，又接受了他的厚礼，还看他呢，说了这么一番真诚的话，看到他发自内心的这种难受，当然能够体会到他的难处。
所以他当官之后啊，就没有亲戚朋友通过私人关系来向他求情。他处理事情不徇私枉法，不徇私情，老百姓都心悦诚服，所以就让民心呀很快的安定下来。可能他刚刚回到家乡任职的时候，老百姓都会担心呀，他会不会偏向自己的故旧，偏向自己的亲戚朋友。但是他这样一做呢，处事公平，让大家呢生起了信心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心生不平。所以中国古人呢，他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啊，都要做到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个就是符合义。所以上好义，这里边讲呢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在上位的人好信，说话算话，信守承诺，民众就不敢不用情。这个情呢，就是情实，用情就是以诚实相待。上面的喜好诚信，就没有人敢不用真情，没有人敢不去啊尽忠你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治矣。真正做到了这些，那么在上位者呢，做到了好礼、好义、好信，那么四方之民呢，都会啊用布将小孩背负在背上，干嘛呢？投奔你而来了。像我们看到历史上啊，这个舜在骊山耕田的时候，是一年成郦，两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过了一年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小村落。过了两年之后，来投奔的人就更多了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小城镇。过了三年，舜所在的地方啊，就变成了一个城市。从这里呢，也启发我们思考中华文化呀如何走向世界。大学上说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想把文化推广到全世界，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，那就是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。你用中华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人们安居乐业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祥和的状态，那么大家自自然然愿意来向你学习。所以在历史上啊，汤以七十里之地望天下，文王以百里之壤，土壤的壤啊，而臣诸侯，使天下的诸侯都向他臣服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就是他们能够以德义治国，做这个君主的、君王的，能够率先垂范，做到有道义，讲理、讲信、讲义。所以呢，人家来到他这里访问，哎，看到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彬彬有礼，所以才呀愿意向他们学习。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呢，要想使中华文化真正的走向世界，首先就需要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，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、国家富强的同时，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用伦理道德、因果圣贤教育
从肃礼仪之邦。正如习总书记啊在考察曲阜之后讲话的时候所强调的，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。我们想一想，一个充满希望、生机还有祥和之气的民族，当然会吸引众多的目光，吸引世界各国的人们全来学习，前来学习我们的文化，并且把这样一种爱好和谐、追求和平的文化带回到自己的国家。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，才真正能够影响到世界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。这样呢，才是真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。所以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海外华人呢，也都非常的激动，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是龙的世纪。21世纪啊，确实是中国的世纪，但是它不是中国经济，也不是中国军事，也不是中国的科技等等的世纪，它是中国文化得以普遍弘扬的世纪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得到了诸多的西方思想家、哲学家的普遍认可。那么如果在位者他不好礼乐，大家即使来到这个国家了，但是政治混乱，他也活不下去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，虽有粟，谁得而食诸？你看，现在很多国家呢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本来是想到这儿来投资做生意的，一看政局不稳，经常啊有战乱，人家也不敢来了。所以要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呢，重要的是啊，要自己深入理解中华文化，对自己的文化升起信心，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呢，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，把百姓呢教好。那么后面呢，这个公约，这个鲁哀公又接着问了，敢问为政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，夫妇别，父子亲，君臣信，三者正，则庶务从之矣。哀公接着问，请问如何处理政事，就是怎么样具体的落实。孔子回答说呀，夫妇别，夫妇有别，他的职责要有所区别，父子之间要互相亲爱，君臣上下互相信任，这三个人伦关系端正了，那么万事万物的关系也就跟着理顺了。特别是作为国君呢，他能够把这三种关系处理好，更是啊能够给国家的百姓呢做一个表率。夫妇有别，中国古人说男主外女主内，这一个分工呢，是从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别上来进行的，是符合人的自然规律的。那么丈夫负担家庭的经济收入，要让家人衣食无忧，使啊家庭的财物啊物质不缺乏。但是一个家庭除了有钱就够了吗？除了物质生活有保障就够了吗？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，那就是要教育儿女。这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是由女子来承担的。
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什么是无后为大呢？当然，没有儿子啊，是属于无后为大的一种情况。但是另一种情况却被我们大多数人所忽视了。比如说，一家人生了七八个孩子，但是这个孩子呢，都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没有家规家教，没有家风的承传，都成了败家子儿、啃老族，不能把良好的家业家风承传下去，甚至还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。这样的儿子与其有，还不如不有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后为大。所以，我们看周朝之所以能够享年800年，在历史上啊，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朝代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有良好的母教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夫人呢，还尊称为太太。这个太太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太太啊，就是来自于周朝的三位女圣人。文王的祖母太姜，他的母亲太任，他的夫人太姒，这三位都是圣贤的母亲，教导了圣贤的儿孙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把夫人尊称为太太，那是期许他们要成为圣贤的母亲，要为家族培养出圣贤的儿孙。比如说，这个文王的母亲太任，她在怀孕文王的时候，就是目不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傲言，不好看的场景都不去看，淫词歌舞都不去观听，口里所讲的话是很温柔的言语，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，更何况粗鲁骂人的话呢？正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，所以他生出的儿子文王也是一位圣人。那么这个太子一出生，也会对他加强教育。所以呢，这个教育啊，是始从胎教贯穿了人的一生，到慎终追远。所以中国人呢，最懂得教育，也是啊，历史上这个教育啊，最成功的一个国家。5000多年的文明史，之所以大部分时间呢都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，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就是教育。所以夫妇有别，这个别字呢，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区别，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保持一个家族可持续的长久的发展。父子亲，父子之间的亲情啊，也不是圣人给我们规定下来的。父母爱儿女，儿女爱父母，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。那怎么样把这种自然的亲情保持一生，顺着亲的方向发展而不改变呢？那古人告诉我们要做到父慈子孝。从这个慈这一个字上呢，我们感受到啊，父母对儿女的那一种关爱，那一种恩情。这个慈上面是一个资，下面是一个心。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慈啊？那就是念兹在兹，父母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儿女的身上。所以大学上也有句话说呀，没有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没有说啊，谁是先学会养孩子才出嫁的。那为什么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养孩子呢？因为他的真诚心，他的爱心所导致的。因为他的心思无时无刻的不在孩子的身上，他的这种
慈爱之心，让他自自然然的就懂得了怎么样去照顾孩子，抚养孩子。所以这个慈，当然这个慈不仅仅是一味的满足儿女的欲望，更重要的是要教导他做人的道理。所以孩子做错事，父母打他骂他，这也是对儿女的慈。儿女对父母呢，要有孝心。这个孝啊，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一个子，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，不能够有代沟。如果有代沟，这一个孝就不存在了。所以父子有亲，君臣信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呢，要建立起信任关系。如果没有信任的话呢，在位者发号施令，在下位的人呢，哎，都不去执行，这个政令啊，就不能够很好的实施。所以这三者都能够做好了，这个政治呢，就自然能办得好。那我们再看166条，天地为大矣，不成则不能化万物。圣人为智矣，不成则不能化万民。父子为亲矣，不成则疏。君上为尊矣，不成则卑。夫成者，君子之首，而政事之本也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8，孙清子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是说天地呢，可以说是最博大的了，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。圣人可以说是最睿智的了，但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。父子之间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了，但不真诚就会疏远。君王可以说是最尊贵的了，但不真诚就不会被人尊重。最后强调什么呢？真诚乃君子遵循的品德操守，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。这句话主要给我们强调呢，要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，必须守住一个字，这一个字就是诚。什么是诚呢？诚就是真诚，真则不假，诚则不妄。也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和我们口里所说的要一致，不能够口是心非。如果我们说一套做一套，说的都是假踏空的话，那就很难感动人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领导讲话为什么不能够引起共鸣，大家听了都打瞌睡呢？因为讲的是官话套话，假大空的话呀，打动不了人心。所以司马光先生啊，他的修身就是从不妄语开始，也就是自己啊不能够欺骗人，诚心诚意的来对待一切人，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诚心。那我们再看呢，天地有什么特点呢？天地这个诚体现在天无私覆，地无私在，日月无私照。这个天地没有偏私之心，不是说这个小草没有这个大树高，我就啊不去滋润它，不去覆它，就不去照它，也不去承载它了。你看天地无私，那么人呢也要效仿天地的这种无私无求的对万物的付出而不求回报。
没有偏私，而且呢，不求回报。就像老子上所说的"天之道，为而不害，利而不争"。天总是给予别人、帮助别人、利益别人、利益万物，但是他不从万物那里索取，或者是希求他回报，这才是真诚心。那么还有呢？真就是啊，不变的，恒常不变。你看，我们学《易经》说"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"，没有说哪一天我想休息一下，太阳可不可以不出来了？太阳不出来，这个万物啊就不能生长了。所以这个真就是啊恒常不变，那么假呢就是会变的。所以我们看我们待人是不是真心，我要看我们这个心。是不是啊？刹那都在变化，一会儿爱一个人，爱的海誓山盟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哎，过了2天，看他和别人在一起了，就恨得咬牙切齿。这个变化无常的心，那就是假的，那就不是真诚的。所以这个真诚心呢？它是没有变化，也没有亲疏远近和偏向的，它是平等的，而且它也是觉悟的。这个觉悟呢，就意味着它没有情执，没有控制、占有、强迫，也没有嗔怒、傲慢、分别。如果有情执，这个就失去了真诚，不清净了。有情执也是有求于人，对吧？因为我喜欢，还是有一个我，根本上还是自私自利。正是因为觉得他是我的，所以他才会有占有和控制的念头。那不符合我的意思呢，他就会生气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不是真诚心了。还有真诚心，它一定是有仁爱在里边的，它不是冷漠，不是漠不关心。所以这个不动心呢，我们很多人理解错了，以为什么是不动心呢？就是看到别人的处境熟视无睹，和我无关，这个是不动心吗？那个叫冷漠之心。真正的慈悲呢，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的这种啊慈悲之心，想拔人于苦，喻人以乐的心，而且还要有切实的行动给予帮助，这才是慈悲的反应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些方面去考虑啊，我们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，是不是在用真诚心？特别是做领导者的，对属下有没有这种真诚心？如果没有这种真诚心，你就不能够感动人，让他为你竭忠尽智，你也就不可能达到不忍欺的局面。为什么人家不忍心欺骗领导呢？因为你感动了他，所以他不忍心欺骗你啊。那么这个不忍欺是靠什么达到的呢？就是靠真诚心达到的，这是最高明的管理。所以中国人的管理啊，不是管人、管财、管物，都是向外求去管别人，他是管谁呢？最高明的管理就是把自己管明白了，这才是最高明的管理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所以我们看历史上的圣人，尧舜禹汤，他们都是这种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的人。比如说尧帝。他走在路上啊，看到自己的2个人民犯罪，被押往监狱，他就很惶恐，马上走上去问，说："你们2个人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被押往监狱？"这2个人就说了："因为上天久旱不雨，我们没有东西吃，不得已偷了别人的东西，
结果被发现了，被抓了起来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尧帝呢，就告诉啊押解他们的狱卒说，你们把他们给放了，把我给抓起来。周围的人都很惊讶，说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？结果啊，这个尧帝就非常真诚地说，他说因为我啊犯了两大过失。第一啊，我作为一国之君，应该承担着君亲师的责任，负责着教导人民的这个职责任务，但是我却没有把他们教好，让他们犯了罪，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。第二大过失呢，我是一国之君，但是我没有德行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，久旱不雨，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。结果这个尧帝话音刚落呀，本来万里无云就飘过了云彩，下起了雨，这都是啊真诚心的感召。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天人感应。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记载。那么这个国家呀，有天灾人祸的时候，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，这个国君、皇帝都要下罪己诏，然后啊，恭恭敬敬的斋戒沐浴，然后去再念这个祈祷文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忏悔书。那么上行而下效，这个皇帝最高的领导者都能够反求诸己，那么群臣百姓呢，也会反省忏悔自己的过失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灾难就很容易化解了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这一句。下面一句167，子路曰，为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息先。子曰，必也正名乎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，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九《论语》。这个卫君呢，就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哲。那么这一个话呢，是有一段典故的。在孔子的时候啊，鲁国的南边就是魏国，也就是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一带。鲁国和魏国啊挨得很近，两国来往很便利，所以孔子的很多弟子也都在魏国做官。卫灵公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蒯聩，一位叫颖。男子呢是卫灵公的夫人。据《左传》记载啊，蒯聩在鲁定公14年，因为羞耻他的母亲男子淫乱，涉嫌想杀男子，后来他就出逃奔往宋国。到了鲁哀公2年的春天，卫灵公病重的时候，就想立公子颖为太子，但是颖啊拒绝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家有长子。当时蒯聩啊虽然外出在宋国，但是毕竟他还活着，所以颖就不愿意被立为太子。在这一年的夏天，卫灵公过世了，男子就再次命公子颖继位，颖又坚决推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还有蒯聩的儿子哲在。于是哲
就被立为魏君，魏国的国君。同一年的六月份，蒯聩在晋国赵鞅的帮助下返回到魏国的七邑。从此以后呢，蒯聩一直居住在七这个地方。到了鲁哀公十五年冬天，蒯聩与浑良夫等人潜入魏家，挟持孔悝，强迫与他结盟。这样呢，蒯聩就取得了君位，并且立为庄公。在鲁哀公十六年春天，蒯聩的儿子哲出奔，所以也把他称为出公哲。据《礼记》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在鲁哀公六年，从楚国返回到魏国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魏国呀，也就是这个魏君哲，就是这个出公哲呢，是四年。当时孔子的弟子高柴、子路等等，都在魏国做官。那么这个在孔子返回到魏国的第二年呢，魏君呢就想啊，请孔子帮他去办理政治。所以下文就说了这句话，说子路曰啊，子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息先。那么这个呢记载在孔子家语里。子路就问了，说魏君等说呀、啊，魏君等着夫子去辅助他治国，您若到魏国为政，现在的魏国政治混乱，人民也不服，你要去办理政治要从哪里做起呢？你首先要办什么事儿呢？孔子呢回答说，必也正名乎。也就是说，孔子去还是不去呢？还不一定，他是有条件才去。正名的意思，根据马融的注解，正百世之名，万物都有名。正名呢，就是要使名实相符。孔子就说呢，先要把魏国的名分定住。所以有一些注解就认为啊，孔子的意思是说啊，要从在上的领袖开始证明，也就是说呢，要先确定究竟谁应该为国君。那么至于孔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，我们现在也很难考证了，但是他讲的这一番道理确实呢可以啊恒常应用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孔子为子路解释正名的道理。他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名不正就是名与事实不相符合，言语错误，不能顺理成章。名要是不正，办不了政治。为什么呢？要办政治，当然要下命令。如果说出来的言语都不能够按规矩、道理来说，说出来的话也不符合理，这个事就办不成。这个事呢，是指普通的事。所以言不顺，则办事不能成功。就是办普通的事儿都办不成，更何况推行礼乐教化这么重要的大事呢？所以下面说啊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。治国呀、啊、必须是以礼乐来教化。所以中国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礼治天下。孝经上说，安上持民，莫善于礼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这个礼乐啊，是国家的大事。
它是关乎全民的安危、国家的安稳。礼规范人的行为，乐啊调和人的内心。礼呀、啊、让人讲秩序，而乐呢给人讲和谐。如果礼乐教育办得好，不需要司法、刑罚、监狱、警察都可以路不拾遗。比如说孔老夫子在做中都宰的时候，他刚接手中都的时候，中都是一幅破败的景象，游民多，乞丐多，盗贼多，而且社会风气也很败坏。富人骄奢淫逸，女人也都是失节。孔子担任中都宰之后啊，推行礼乐教化，让大家都学习礼。凡是饮食起居都有礼的要求，所以他还制定了很多养生送死的礼节，让大家的每一天言行举止都有礼的要求。他还对原有的书吏差役，他还对原有的书吏差役啊进行教育，还以仁德教民，改善社会风气。他还设立乡校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德讲堂，乡间的学校。这个乡间的学校呢，就是给人以礼仪道德的教化，让他们呢从少年开始就能够入乡校读书。此外呢还提倡节俭，革除奢侈的恶习。所以这个礼呢，就是从根本上提起一个人的感恩心、同情心、恭敬心、廉耻心。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符合礼，那么这个社会啊，自自然然就会井井有条。所以礼乐的教化不可思议。这个礼和法相比有什么优点呢？后面我们会讲到。它不仅仅规范了一个人的行为，而且还引导人们培养出一定的道德情感。它是潜移默化的培养了人的恭敬心、感恩心、同情心等等。所以中国古人强调的是治人心，而不是专注于治人的行为。孔老夫子治理中都不到一年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中都大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后人赞叹说，描写这个中都的治理啊，有这样的赞叹：长幼易识，强弱易任，男女别途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气不凋萎，行之一年，四方则焉。孔老夫子治理中都一年之后，长幼易识。我们讲究长幼有序，年长的和年幼的不是在同一桌吃饭的，是在不同的位次上来吃饭。强弱易任，就是身体强壮的还有身体虚弱有病的，或者是老年人和年轻的，他们的任务不相同，这个不同才显示出了平等。如果这个身体强壮的和身体虚弱的有病的承担同样的任务，这反而是不公平了。所以中国人很早就特别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帮助。男女别途，中国人特别讲究防微杜渐，就是男女走路的时候呢，是男的走一边，女的走一边，也就是不给他们过多的特别轻易的接触的机会。很多人认为像男女授受不亲等等
这都是封建礼教。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当成落后的东西啊，给打倒了。还怎么样呢？还学习西方所谓的开放的东西。比如说大家开始学跳交谊舞。那么学跳交谊舞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学跳交谊舞的这个人越来越多，男女啊肌肤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，结果婚外恋的情形越来越多，离婚率越来越上升。还有呢，像现在的学生未婚同居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。所以这个不是封建礼教，是礼教啊，但是它不是贬义的。礼教它是防患于未然，防微杜渐。因为中国古人对人的欲望啊认识得很清楚，把人的欲望啊比作深渊。欲望一引发出来呢，是啊，没有底级的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要防微杜渐，不要给男女太多的容易接触的机会。所以男女在接地东西的时候都不要碰到手。这呢就是防患于未然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学的越来越开放，这个开放是引号的，不懂得防微杜渐，该禁止的没有去禁止，结果这些黄色的录像啊、影片呀、视频呀等等内容啊，在网上、电视上随处可见啊，这就是引导人们去犯错误。孔老夫子说啊，思无邪，古代的戏剧、歌舞、小说全都秉持了孔老夫子这个理念，都是引导人们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不要引起人们邪取不正的念头行为。而我们现在的这些视频呢、录像啊等等，是唯恐人们思不无邪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啊，我们不懂得防范于未然所导致的，这是礼教失去所导致的。所以古人把这个礼呀、啊，比作这个洪水的堤坝，这个堤坝废除了，你认为它没有用，就会导致洪水泛滥，所造成的危害一定很大。如果认为这个礼没有用，把它给废除了，我们看到今天的后果就是什么呢？人活得不像人了，就是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，是人欲横流。那么这个现象呢，我们都能够啊，在网络电视上啊，这些报道中呢，体会得到。那么还有什么局面呢？孔老夫子治理中都之后啊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气不凋萎。晚上的时候呢，不用关着门睡觉，也很安全。路上丢的东西啊，没有人捡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丢东西的人他很着急，他还会啊回来找。气不凋萎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假冒伪劣的产品，都是真材实料的。那么一年之后，中都的治理就成为各个地方效法的榜样，大家都来学习。那么鲁定公呢，就把孔子调回国都，升任司寇。孔子离开中都的时候，老百姓是倾城相送，东门外十里人巷，人们排着队呀、啊，恋恋不舍，含着泪和孔子道别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孔子所讲的这些东西啊，他确确实实能够把国家治理好。
那么下面接着讲，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重。刑罚不重，就是刑罚用的不当。不当，一呢，就是不公正。因为执法的人，他没有公正的美德，没有受过礼义的教化。他用刑，他喜欢给谁判重就判重，他喜欢给谁判轻他就判轻，是凭着个人的喜好，没有公正之心。那么另一个不重的含义呢，就是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在《盐铁论》上有这样一句话，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把法律的局限性给我们指出来了。法律啊，能够把犯罪的人判处刑罚，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廉洁之心，甚至呢，也可以把犯罪的人杀掉，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。所以没有礼乐教化，仅靠刑罚治理民众，就会出现民免而无耻的现象。你用的刑罚很严苛，百姓因为惧怕刑罚不敢去做坏事，或者是想方设法的做坏事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但是啊，没有羞耻心。那我们看到现在社会所出现的青少年吸毒、酗酒、卖淫，还有邻里纠纷、堕胎现象，这都是免而无耻的现象。而且在近几年来啊，这些现象是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有一些孩子呢，才十三四岁，都已经有堕胎的经历了，这都是免而无耻所导致的，因为他年纪轻啊，这些东西也没有法律的制裁啊，没有礼乐的教化，就导致的人活得不像人了。这就是人气长则妖行，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，刑罚用的不得当，人民感觉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就天下大乱了。那么在这一句话后边呢，还有一句话是结语，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。所以君子使用一个名词，必须要用的恰如事实，能顺理的说出来，能够顺理的说出来必能行得通。所以君子说话不能够随便，这个苟，无所苟的苟啊，就是随便说的意思。像我们现代社会呢，都兴盛演说，哎，很多年轻人都去学习演讲术，其实这是一件很可哀的事，因为演说者的口才很好，知识面很丰富，讲的似乎头头是道，但是实际上你仔细一听呢，很多话都是违背大道的，违背伦常道德的，这样会误导人心。那么这个在古代啊，会看成是很严重的行为，严重的犯罪行为，也是啊，使社会得不到治理的这种啊违法的行为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这一句。我们再看168句。彖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位也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这一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这个在彖传上说啊，这个家人卦象征着女子守着正道。女子的正位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居于家内，相夫教子。男子守着正道，男子的正位是什么呢？就是处理外务，承担经济重担。男女各自安守正道，这是天地间的义理。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，这就是指父母亲。父亲善尽父道，儿子善尽孝道，兄长善尽为兄之道，弟弟善尽为弟之道，丈夫善尽夫道，妻子善尽妇道，这样一来，家道就能端正，所有家庭都能端正家道，那么天下就安定了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是从家人卦来提示我们，女子啊，正位在于内，男子的正位在于外，这叫男女有别。我们刚才讲的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是根据男女的生理心理的差别所给予的这种职责上的分工。那么这个女子的责任呢，主要是教育儿女，而且呢需要有良好的德行，相夫教子。所以女子的职责呀，实际上比男子呢更加重要。所以中国古人教女子教女儿啊，实际上比教儿子呢更加的重视。因为一个儿子教不好啊，哎，顶多是他自己啊不能够啊成就，但是女儿教不好会败三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呢不能够把孩子教好，那么他的孩子呢，哎，也没有受到良好的家教呢，也会自然影响到下一代。所以古人对于女子的教育呢非常的重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，很多的女子啊都出来工作，甚至和男子竞争，男的很能干，事业很成功，女子也很能干，创造了很辉煌的事业，两个人的事业都很辉煌，但是孩子没有人教了。两个人的事业再辉煌再成功，但是后继乏人，没有人能够继承你的家业家风家道，你们两个人不都白忙活了吗？所以中国古人讲啊，这个无后为大，培养后继的人才最为重要。那么这么重要的职责是由女子来承担的。那么作为女子对国家最重要的贡献，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圣贤人。比如说你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孔子，培养成孟子，培养成范仲淹，培养成林则徐，这样的圣贤人，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贡献有多大？结果我们放着这么重大的责任呢不去承担，而出来呢和男子一样的去竞争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男子很累，因为他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。结果女子也很累，她要照顾工作呢还也要照顾家庭，都不专一。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女强人看似呢很多的光环，一提起来很有成就，但是呢几乎啊没有家庭幸福的，家庭幸福的寥寥无几。所以这个呢就值得我们深思，
中国古人的这些对于生活家庭的安排啊，都是符合天道的，你违背了它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啊。得到这个得到道的人，顺着天道去做的人，他就会昌盛发达，你违背了这个自然之道，那就会衰落的。所以这个是天地之间的义理，这个是不容违背的。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，这个就是讲的是父母。所以啊，父母也起到君亲师的责任。如果仅仅把孩子养大，那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。但是怎么样把他培养成才，甚至成为国家的栋梁，这就是父母的责任了。所以父母要教导孩子德行，教导他伦理道德，还有呢，让他呢志在圣贤。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记载啊，都是因为有好母亲才有了好的儿孙。比如说齐国的宰相田忌，他做了三年宰相之后啊，就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结果他拿了黄金等于是百亿，相当于2400两的黄金，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额。拿的这么多的黄金呢，侍奉他的母亲。结果母亲就问了，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金子呀？田忌回答，这是我三年累积下来的俸禄。母亲说啊，你当宰相三年，难道这三年之中你不吃东西，生活都不用花钱吗？不然怎么可能存这么多的钱呢？你这样当官啊，不是我所希望的。一个孝子侍奉父母亲，只要尽心尽力、真诚奉事就够了。不义之物是不能够拿进家里的，这会让父母担忧蒙羞。况且国家是信任你、爱护你，才让你当宰相，你应该对得起国家这种栽培之恩。所以他母亲就让他赶紧离开家，去把这件事情啊，给弥补。田忌啊，听了母亲的话，非常惭愧，他就回到朝廷，把这钱呢，都归还给公家，而且主动的请君主治罪。这个齐王啊，就非常佩服他母亲的贤德，于是呢，就赦免了田忌的罪，而且让他呢再做宰相。说明这个齐王怎么样啊，他也很有度量，也很有智慧，他能够体会到有这样的母亲，这个孩子的德行一定是有根基的，所以他做错事呢也是一时迷糊，所以再施恩给他，让他痛改前非，并且还把这百亿的黄金啊赐给田忌的母亲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父母教导孩子呢，是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，而且这个母亲了不起，就在于她本身没有贪心，没有名利之心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也感受到，现在的为官者，假如他父母能够教导他为官清廉，不要触犯国法，那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啊，他当官自然就会廉洁公正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贪官呢，在他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女人，或者是他的母亲，或者是他的太太，结果呢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，
就把他推向了深渊了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讲贤内助，贤内助很重要，一个就是母亲，一个就是妻子。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到呢，这个做父母的人不仅仅要把孩子养大，更重要的呢是让他有德行，能够知道啊自己做人的本分在哪里，起到君亲师的作用，这才被称为严君。那么做父亲的承担好父亲的责任，那就是父亲要慈爱教导儿女，做儿子的要尽孝道，对父母啊要承担起儿子的责任，做兄长的要有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，做弟弟妹妹的呢要恭敬兄长，做丈夫的也要担当家庭的经济责任，有道义，有恩义，有情义。做妻子的呢能够有德行，能够把孩子教导好，并且能够相夫教子，这样呢整个家庭的家道啊都端正了，哎，每一个家的家道都端正了，这个天下自然也就安定了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那我们再看第169句，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，以游业为末，百工者以致用为本，以巧事为末，商贾者以通货为本，以御其为末，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，离本守末则民贫，贫则恶而忘善，富则乐而可交。教训者以道义为本，以巧辩为末，慈愚者以信顺为本，以诡利为末，烈士者以孝悌为本，以交游为末，孝悌以治养为本，以华冠为末，仁臣者以忠正为本，以媚爱为末，吾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，离本守末则道德崩。这一段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44《潜夫论》。这一段话呢比较长，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。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，以游业为末。要使百姓富裕啊，就要以农事生产为本，以流动的职业为末。流动的职业啊也就是商业。百工者以致用为本，以巧事为末。各种工艺以实用为本，以雕琢装饰为末。商贾者以通货为本，以御其为末。买卖经商以流通货物为本，以出售珍奇货物来谋利为末。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，离本守末则民贫，贫则恶而忘善，富则乐而可交。这三者都能够守住根本，远离之末，百姓就会富裕。如果远离根本而守住之末，百姓就会贫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是讲为政中的务本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富民，在古人看怎么样富民呢？古人所理解的富民呢，和我们现代有所不同，并不是说去刺激消费、发展经济、追求 GDP 的增长，人民才富裕。其实单单追求 GDP 的增长，往往还会导致两极分化，人民
并没有真正的富裕。财富啊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。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，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。所以古人说呢，富民呢，其实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要让人们衣食无忧，首先解决温饱问题。所以说是以农业、农桑为本，以游业为末，是以农业为本，以商业为末。那么为什么要生产这些摆各种各样的工艺呢？为什么要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工匠呢？他们制造器皿的目的啊，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，是以实用为根本，而不是呢，想方设法的去雕琢、去装饰。现在我们所说的工艺品，那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我们会讲到，它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。那么商贾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人，他的目的就是互通有无，把这个地方生产的，那个地方所缺乏的，能够互相沟通，互通有无。所以说是以通货为本，以预期为末，而不是怎么样呢？而不是呢，为了谋取利益，把那些呢少有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拿来卖，引起人们的好奇心，然后啊把这个价格抬得很高，让人们去买，他从中获利。这个呢都是之末。那我们看呢，如果我们背离了这个根本去追求之末，会导致哪些问题呢？第一呢，就是分配不公。在《汉书》上呢，就有这样一段论述，它是讲呢，这个农夫啊和商贾的生活对比很鲜明。如果我们不重视农业这个根本，而是一味的重视商业，那么农夫就会过着这样的生活。农夫啊，是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砍伐新柴，非常的辛苦，还要支应徭役，也就是要支付税收，还要去服劳役等等。春天不能够避开风尘，夏天不能避开暑热，秋天不能避开阴雨，冬天不能避开寒冷。四季之间没有一日是可以休息的。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，调问死者，探问疾病，养育孤儿，抚育子孙等等。这其中都包含了那么多的辛苦。另外还会有自然灾害，暴虐的政治，赋敛的不适时，朝令夕改，这些事情加在他们的身上。他们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，半价就出卖了，没有的东西呢，却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。结果就有人卖了田地、住宅、儿孙来偿还债务。这就是农夫的生活。那么商贾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的东西，价格高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加倍的获得利润。小的商人坐在摊子上贩卖，因为他们手里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预期，每天在市场上游荡，趁着上面争敛很急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卖出去，所以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。所以这些商人，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，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，但是穿的却是非常豪华的丝绸，
吃的也是珍馐美味。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，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。又因为他们家产很丰厚，所以结交了那些王公大人，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，进行权钱交易。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，冠盖相望，不绝于路。就是他们那个伞盖啊，哎，一路上啊都能够，哎，绵延很远。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，农夫流离失所，而且农夫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服，就可能作奸犯科。所以呢，它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犯罪率上升。在《说院》上记载，魏文侯曾经向李克，也就是李悝啊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刑罚的根源产生于什么呀？产生在哪儿啊？李克怎么回答呢？李克说，产生于人们挟取不正、放纵奢侈的行为。凡是奸诈的、挟取不正的这种心，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升起的。过分放纵安逸的人，都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那些商人呢，他过分的安逸，结果就怎么样呢？就把心思放在了买奢侈品之上。饥寒病至而能不畏艰险者，谓之有也。农夫饥寒交迫，吃不饱肚子，穿不暖衣服，这个时候不作奸犯科，不做挟取不正的事，是很少的。男女视美以相矜，而能无淫逸者，未尝有也。这个男女啊，都装饰得很精美，而且还以此互相攀比，互相交矜，看谁的更加奢华。像现在西方人呢，还是看谁的更加露骨。所谓的更开放呢，就是露的更多，穿的更薄更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要让人们不骄奢淫逸，这也是很难办得到的。因此，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，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，最后导致的就是国贫民耻，国家越来越贫困，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。国贫民耻，而贫穷者为奸邪，而富足者为淫逸，则屈民而为邪也。如果这个国家贫穷，而人民呢又奢侈浪费，那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，也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；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，骄奢淫逸，这就是等于驱使人们去做挟取不正的事。当人们已经被驱上了邪路，又用法来诛杀他们，这不就等于给人民设置了陷阱吗？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。如果君主不堵塞他的根本，而只是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，这是伤国之道。所以你看古人他分析问题啊，分析得很透彻，很根本。他看到了你忽视农业，重视商业所导致的奢靡之风，带给社会的这个骄奢淫逸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贫富两极分化很严重，那贫穷的人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服，不就走上作奸犯科的路了吗？那过分安逸放纵的人不就会走上挟取不正的路了吗？放荡行骸，是吧？互相攀比，
攀比谁更奢华，谁更穿得薄露透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放纵欲望，这很难呢，不会犯罪的。所以这个奢靡之风盛行呢，第三个就是也是因为呢不重视农业这个本业所导致的。在《崔实政论》上呢，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。他说：“夫人之情，莫不乐富贵荣华、美服利饰、铿锵炫耀、芬芳佳味者也。”意思是说呢，人之常情、人的习气、人的习染，都是喜欢荣华富贵，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，而且炫人眼目，喜欢吃的都是香喷喷的美味佳肴，白天想着这些事儿，晚上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儿，一心一意的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，须臾都离不开自己的心。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，对这个也很有体会呀。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，很多人呢收入提高了，富裕了，就想着到哪一个饭店去吃，吃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的东西，到哪里去玩乐，到哪里去旅游，是吧？吃喝玩乐。那我们看现在的电视台的节目呢，其实也是在引导人们怎么去追求吃喝玩乐，以此为荣啊，互相攀比啊。这就和水往下流，瀑布往深壑里流淌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是自然而然的，不需要人去教。所以古代的人把人的欲望啊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把它比作欲是深渊。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，任其发展，最后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束缚自己。所以古人就是通过礼法、通过制度、通过教育来严格的防范于未然，把人的欲望啊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，做到欲而不贪。但是啊，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，商家都可以卖那些见礼的服饰，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。人们看到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，就不能不去买。而商人之流，家家户户都超越等级的享受，奢靡无度。所以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，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、见礼的生活。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，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，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。你看当时啊，古人就看到了这种啊奢侈品奢靡之风的危害。那么其实呢，还有很多的危害更严重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出现环境问题，能源资源的短缺，什么原因呢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过度膨胀的欲望和地球的有限资源、有限的承载力之间产生了一对矛盾。而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人的欲望膨胀是无限的。那么地球有限的资源呢，不能够再满足人那么越来越膨胀的欲望了，所以环境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，除了制定一些政策在经济上进行调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价值观，要引导人们过节俭的生活，知足常乐。富在什么呢？富在于知足，不是在于追求
骄奢淫逸的生活，这个东西是越追求啊，越满足不了。那么还会导致第四个问题，就是粮食不足。这个很显然了，因为你重视商业，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严重，服饰都违背理智，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，而农业这个本业呢，却越来越低贱。务农的人，种桑的人很勤苦，但是收入却很微薄。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，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。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？那当然，农夫就会放下锄头去雕花刻镂，织女也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。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如此啊，农民都不去种田了，都到城市去打工了，因为他打工挣的钱比他种地挣的钱要多得多呀。如此一来，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，从事末业的人，也就是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。荒地虽然有开垦，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，所以呢，没有尽心尽力的去耕种收割，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？财富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，商家的手里，农民穷困，于是呢，就会沦为奸寇强盗了。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，监狱却人满为患。一旦年景不好，五谷不丰登，那受饥饿流亡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。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。最后他还说呢，国以民为根，民以谷为命，命尽则根拔，根拔则本颠。这几句话说的特别好，说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，而人民呢，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的，没有粮食呢，都饿死了。但是现在粮食没有人去耕种，人民不能够保命，这个根本就削弱了，根本被削弱了，国家也会陷入危难，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。所以你看呢，古人他看问题呢，他看得很长远，所以他讲重农抑商，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因为农业付出的多，但是却收入少，而工商业付出的少，收入却很丰厚，这两者有着鲜明的对比。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，那么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，粮食不够吃，国家很容易陷入危难。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农民都入城去打工了，不仅仅是粮食没有人种了，粮食啊不够吃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也会受到奢靡之风的影响。如果一旦这个男子啊去追求奢侈的生活了，放纵欲望了，这家庭就破碎了。这个女子贪慕虚荣了，这个家庭也破碎了。儿女没有人教了，这个犯罪率也自然就会提升了。老人没有赡养了，你说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多么严重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都是因为没有重视农业这个根本，没有啊这个把这个本业重视起来所导致的。那么下面讲啊，教训者以道义为本，以巧辩为末。教与训导人当然是以道德仁义为根本，教导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伦常大道，而不是以巧言善辩为本，
这是墨。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呢，却有所不同。看到一个人演讲啊，口若悬河，辩才无碍，哎，大家都很称叹，很羡慕。所以说啊，都在那个知墨上，哎，去学习，而不去看看他所讲的内容符不符合道义，符不符合规律。那么言语是不是真诚恳切，这个才是本，而不是呢在这个知墨上做功夫，那就会成为孔老夫子所说的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此语者，以信顺为本，以诡利为末。言辞要以诚信顺理为根本，以奇异华丽为枝末。话讲得很动听，用词用得很华丽，那么这个呢是枝末。烈士者，以孝悌为本，以交游为末。这个烈士呢，就是指读圣贤书的人，他应该以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为根本，而以交友应酬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搞公共关系为末。现在我们都讲人际关系法、公共关系法，其实如果连五个基本的人伦关系处理不好，谈不上搞人际关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跟人相处，我们观察一个人，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交朋友，我们根据什么呢？现在人往往凭感觉，这个人呢，我喜欢，这个人对我好，好像啊，说的话我都爱听，哎，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交了，这个就是不理智了。中国古人教人怎么观人呢？怎么样交朋友呢？看他是不是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，看看他有没有孝敬之心，而不是看他对我怎么样。他很会跟人攀谈，很会应酬，可能反而不是很实在的人。在德育故事上啊，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。在汉朝有一个读书人叫郭林宗，有一天啊，他在外面的田园里正好下雨了，当地的农民都跑到大树下去避雨，结果在避雨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呢都是双手一摊，两脚一跨，哎，就显得很放松，在那里休息，但是动作呢就不是很文雅。只有一个人呢，他纵使避雨，但是举止都非常的端正，一丝一毫的放纵都没有。郭林宗也是个读书人，他也很不简单，他就感觉到这个人很特别，于是呢他就去问这个人，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家里住一宿啊？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就很可靠。这个人叫毛荣，欣然答应，就带他呢去家里住。第二天啊，他看到毛荣在准备鸡肉，他心里就想，他这个鸡肉啊，应该是招待我这个客人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个毛荣把菜做好了，就把这个肉啊端去给他妈妈吃了，然后招待郭林宗吃蔬菜，而且跟他一起吃。好的食物啊留给妈妈吃。假如你是这个客人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哎，一般的客人呢就会想啊，怎么这么不热情，对我呀还没有对妈妈那么好，这个都是人的私情。但是郭林宗看到这种情况啊，他不是这么想的，
他反而起身给毛荣行礼。他说啊，太惭愧了，我比不上你。为什么比不上你呢？因为那些好吃的东西啊，我都是先拿给朋友先吃，不像你啊，这样事事首先想到父母。你这个孝心是真的，而我那个心里呢，还有一些攀援的心，还有一种功利的心在与人相交。所以你看这个读书人呢，确实是读书明理。孝经上说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呢，他事事都首先想到父母，说明他有知恩报恩的意识，他是顺着这个自然的亲情来做事的。那么他能够这样照顾父母，有感恩之心，他是以道义和人相交往的，这样的朋友啊，才真正可靠。因为以道相交呢，天荒而地老。孝悌，以智养为本，以华冠为末。落实孝悌啊，重在尽心奉养，这是根本。而表面讲排场，这个是啊，枝末。比如说父母过生日的时候，你给他摆了一大桌子的宴席，请了很多的客人，看似很排场，实际上是想向众人表示我很孝亲，但是平时都不陪伴父母，这个呢就是舍本逐末了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呢，在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尽心尽力的奉养，到做丧事的时候呢，哎，却办得很奢华，这也都是给别人看的。人臣者，以忠正为本，以媚爱为末。为人臣者，以忠诚正直为本，以谄媚讨好为末。所以忠诚正直是非常重要的美德，也是做臣子的本分，做下属的本分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扮演好了属下的角色，我们要扪心自问，我们有多少次敢于向领导提出啊不同的意见，合理的建议。这个领导啊，又不是圣贤，怎么可能他所说的连一次错误都没有呢？那为什么我们一次都没有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呢？我们担心失去什么呢？我们从我们担心失去的这个东西上啊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意的是什么，我们的欲望在哪里。所以一个人的忠正之心提不起来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有这个欲望，还有东西没有放下。所以中国古人说，人道无求品自高，无欲则刚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做属下做臣子的，不是以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为本，而是以忠正为本。五者守本离末，则仁义兴。这五点都能够抓住根本，那么仁义之风就会兴起。离本守末，则道德崩。如果呢，舍弃根本而守之末，这个道德就崩溃了。那么这段话呢，告诉我们为政啊，要守住根本，而不是追求之末。这一段话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诲。我们看170句：夫仁义礼智者，智之本也；法令刑法者，智之末也。无本者不立，无末者不成。夫礼教之治，先之以仁义，
是之以敬让，使民谦善，日用而不知也。这一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五十《原子正书》，告诉我们治国呢，要以仁义礼智为根本，因为仁义礼智啊，可以把人从心上教好，提起人的羞耻心、恭敬心，还有礼让之心，让人从心里不愿意去作恶。他从心里不愿意去作恶，自然行为上也不会有恶的行为。而这个法令刑罚呢，是治理的枝末。为什么是枝末呢？因为它只是惩罚人的行为，而没有呢改变人的内心，甚至呢它还会给你起对立，甚至它为了避免法律的制裁啊，想方设法的去逃避法律的制裁，还认为这是自己的聪明智慧。但是这不意味着呢法令刑罚就不重要了。没有根本就不能够长久建立，没有枝叶啊也不能稳定建设。也就是说呢，缺少了仁义礼智，这个就立不起来，道啊也是树立不起来的。但是没有这个法令刑罚的枝末呢，也是不完美的，也有个别的屡教不改的人，那也需要有刑罚的威慑。那么怎么样实现礼教呢？后边这句话给我们指出了重点。夫礼教之治，先之以仁义，示之以敬让，使民谦善日用而不知也。也就是说，要兴起礼仪道德的教化呀，必须是领导者首先率先垂范，他要呢实行仁义，带头做到恭敬谦让，这样才能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就谦善改过。那么这呢还是给我们讲领导者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。那我们看到啊，现在很多的地方企业推行弟子规，学习传统文化，有的地方学得很成功，有的地方学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凡是学得成功的企业，全都是他的一把手，也就是董事长、总经理来率先学习，先把弟子规全做到了。所以你看呢，这种上行下效的作用啊，特别的明显。所以教育不是让底下的人去做，首先是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。所以啊，孔老夫子、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最成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所说的全都落实在生活之中了，所以让人呢心悦诚服。像孔老夫子的弟子3000多人，72位贤人跟着孔老夫子不离不弃。孔老夫子没有钱财，没有地位，为什么这些弟子要跟着他呢？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所说的全都做到了。那么这呢是礼仪制度啊能不能得以有效实行的关键所在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先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